你疯了吗？看什么看？休息你们的！我跟你说了，我不同意。 我不同意你们的行动计划，太残忍了，太残忍了！唐主任，我希望你支持我的工作。我不会同意的。跟我出去说。你放开我！完了完了，游戏出 bug 了，游戏班主任跟咱们老大发飙了。这搞什么呀？这是。 啊，我明白了。哎，这小唐教员长得那么漂亮，你说是不是让他去搞色戒了？杀狗！你不要往心里去啊，好莱坞大片看多了。刚刚还说自己是党员呢，周总理说了。 说错了还不行吗？不毛道，少出去行不行？坐下来。小叔，啊？你说你在想什么？没想到。你的眼睛告诉我，你现在心很乱。非常乱。现在是什么时候乱？ 打仗！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就因为那个女的。你别这么说，我不这么说，我怎么说呀？啊？我们俩在一起摸爬滚打一年，你的眼神从来都没有迷离。你搞对象，我支持。 可是你别把自己搞得神魂颠倒了。何振东，你醒醒！你醒醒，何振光！我希望能够看到一个镇定锐利的你，而不是像一只丧家犬一样的游离。我们俩是战友，在战场上，我们是彼此的后辈。我不希望我为自己的后辈担心，你明白吗？ 对不起，我的错。暂时把那个女的忘了吧。有什么话，等你有命回来再说吧。记住，我们是战士，我希望我们都能活着回来，都活着回来。 干什么？我不能问，我也不该问，我们都是军人。你会恨我的？我不会。你真的会恨我的？我不会的。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，无论去执行什么样的任务，我都不会恨。
我没那么狭隘。如果必须那样，你才能完成任务，我只会把这当成是你的牺牲。你是军人，你属于军队，你不属于。 说这样的话，你也不用跟我解释。对不起，我走了。贺晨光，这是我第一次抱你。 对不起，不要再说对不起。你是军人，我也是。 执行的是什么任务？报告，我不该知道。报告，我服从命令。